What's up, guys? 因为我要去我的车上拿一个包裹，里面有我最近买到的一个新头号，也是比较期待的。哎呀，就是这个。Oh, by the way, 昨天终于拿到了 2K19 的这个游戏碟了。那关注我的话，应该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打篮球的 boy。然后 2K is part of my life。不知道大家上手了这个 2K19 的篮球游戏没？然后有空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OK, 这衣服。由于今天我还是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买的这个是 M 码的，然后这衣服呢，非要告诉大家知道是平平无奇，没有图案的，它就是重在于这个材料还有这个质感上。我就喜欢它这种松垮的质感，后面的这个 Exenso。OK,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分享。今天可厉害了，老铁。今天是 Supreme FW1818 的 Week 4, 也就是和这个 CDG 联名发售的这一天。今天的这个发售绝对是年度重磅发售，因为今年听说这个 BOGO 的帽衫不会再出了，只会出这个圆领的所以这一次呢，属于这个今年里面买到 Supreme BOGO 帽衫的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机会了。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买得到？我买不到，但是没关系，因为我还有号。我下午的时候，等一下我就要去 Supreme 的门店进店购买。我的是3:15，然后进店之前要准备的功夫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你想要的东西用你的手机或者用一张纸写出来。今天肯定是买 Supreme CDG 的 T 恤、BOGO 还有 Supreme CDG 的这个 Hoodie 卫衣了，把它写下来。首先我要买的就是 CDG 的短袖，其次呢就是 CDG 的 The Box Logo, 再其次呢就是 CDG 的这个 Sweater 这个毛衣，然后再其次呢就是这个人体俯视的这个玩具 Model。 写的那么认真，好像说的我就买得到一样似的，希望吧。特意带了一把伞，因为我怕等一下下起雨来。Good job, man. Thank you. All right. Welcome, veteran.听说这一次这个联名呢，货量还是挺大的。如果我3:15都买不到的话，我就会非常的生气，真的。这是一个消防局，美国的消防局，每一个消防局门口都很有它自己的特色的。You can ask me how I'm doing, I'll say fine. Even though the pain is killing me inside. You can ask me how I'm feeling, I'm alright.You can ask me how I've been, I'll say okay. I never gave a fuck about my feelings anyways. You can ask me how's it been, I'll say it's great. I never wanted your sympath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know I really mean that in the worst way. I share my side, but I don't think you'd ever see it. I turn my back on everybody, even me.I say I'm sorry, but 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Black nails, black sheep, I was never meant to be. I'm in the dark, but I can see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me. Black nails, black sheep, I was never meant to be. I'm in the dark, but I can see this world was never meant for me.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刚刚上了 Uber， 然后看一下我今天买到的这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这个 BOGO 系列。今天这个排队速度快的太多了，上一次我在那个队伍的时候排了足足有两个小时才进店，今天呢一个小时都不用。而且今天进到门店里，店员已经很主动了，把这个 BOGO 的 T 恤还有hoodie 呢直接拿给你，说这个 size 行不行，这个 size 行不行。今天是真的感受到被 Supreme 尊重的感觉， Supreme respect。 OK， 现在这个 BOGO 先把它打开先看一下，就是像之前的司机那样，他是把这个 box logo 的这个整个长方形呢把它分成了一半上下部分，而且它是反着的，这就是 CDG 的一个特色，前面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后面呢后面就是这个 CDG 的这个英文在这里，然后有点那个 off-white 的那种结构的那种感觉，有没有？而且它你可以看到后面这里呢是分开的，这两块布是两块布横接在一起，然后在前面这个 BOGO 这里呢，它也是在中间这里呢也是割开的，做成了这种上下的效果。 Very nice， 如果是黑色的话就更好了。今天另外的一个重磅呢就是这个秋冬这个 BOGO 的 Hood Sweatshirt， 就是帽衫了。然后今天如愿买到这个黑色的，我现在把它解封一下，厚厚的感觉是 Supreme 一贯的这个卫衣的这个做工。这吊牌上面可以看到这个 Box Logo Hoodie Special Flat， 然后价格就是178刀。这个现在市场价已经是好像600多刀了。然后衣服的整体呢就是前面的黑色黑白的 BOGO， 然后做成的上下分家，然后把它这个 BOGO 长方桥把它调转了，然后也是中间是一块两块布拼接，后面呢一样的就是CDG 的这个名字啊。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帅，唯一的呢就是 CDG 从来不会和 Supreme 出这个在这个 BOGO 上面的做成刺绣的，他们只会做成这个印刷的，不过这也是 CDG 一贯的这个作风。 Anatomy 人体结构的这个模具，它这个它现场只有一个女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呢如果把它拼起来呢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回去还要把它拼出来。然后可以看到这个肚子上就是一个Supreme 的这个胚胎在这里，看上去蛮吓人的，但是很多人喜欢。然后我看到后面有很详细的这个跟你人体器官呢介绍，就是这个玩具的公司的包装，然后有 Supreme， 这个还蛮便宜的，才40多刀，是上一次买不到的，然后这一次他在店铺里补货了，就是这个 wrist bag， 就是这个腰包。我买这个腰包不是为了把它系在腰上，而是把它希望把它挂在这个胸前，这种胸前的花包这种效果。
今天绝对是漫长，但是绝对是经典 memorable 的，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今天是 CEG Supreme 联名，而且我今天是以这个原价买得到这个 Supreme CDG 联名的 BOGO 系列，所以今天非常的非常的开心。OK， 谢谢大家关注我这一期。如果大家喜欢美国文化、街头潮流资讯的话，那么请继续关注和支持我的频道。OK，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拜。